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在当前全球病毒依旧肆虐的背景下，寻找一个安全、隐秘的避风港成为许多人的渴望。本期介绍的这座坐落于巴哈马的 Pierre Island 值得考虑。Pierre Island 地理位置优越，位于伊柳塞拉岛和曼岛之间，仅需15分钟船程即可抵达附近的海港岛。同时，它距离北伊柳塞拉国际机场也不远，交通便利。占地16英亩的 Pierre Island 享有惊人的360度全景，从岛上可以远眺三岛湾、大西洋、海港岛和伊柳塞拉岛。岛上茂密的原生动植物包括150棵椰子树和丰富的鸟类。该岛独特之处在于其数公里长的孤立海滩，其背后是浅珊瑚礁，供浮潜者欣赏各种海洋生物。 Pierre Island 已经进行了部分开发，拥有大型发电机、水箱和储存库，以满足日常所需的水电供应。岛上设有主屋、一间客房和一个看守区，不过所有建筑物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整修翻新。此外，岛上还有凉亭和海滨酒吧，供你欣赏广阔的海景。岛上铺砌着小径，还有一个未建成的网球场。岛的南侧配备有一个大型码头，同时新的防波堤正在建设中。Pierre Island 及其周边地区以各种水上运动和冒险活动而闻名，特别是海港岛以其数英里长的完美风景、粉色沙滩和环绕岛屿的迷人水域而受到瞩目。这里提供世界级的钓鱼、潜水、浮潜和划船服务，因此你完全可以从 Pierre Island 前往海港岛，享受其美食餐厅、游艇码头、购物中心和粉红色沙滩。如果你有兴趣在这片热带天堂建设一个小型豪华度假村或大型私人岛屿地产， Pierre Island 拥有原始私人岛屿的所有精致和魅力，让你体验完全私人和独立的生活。该岛属于永久产权私人岛屿，目前正在出售中，售价为495万美元。如有兴趣，欢迎私信咨询。我们下期见。